合唱团以及向日葵妇女合唱团、牵手七里岸合唱团和北投社区北投社大合唱团是个队团队所组成的社区合唱联队。平时各团在天母以及北投地区在各自练习，每学期除了要安排共同的曲目参与社区或是我们的师源尊心的音乐会之外，也经常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安养院还有医院以歌声为需要的朋友们献上祝福和关怀。谢谢，这是非常庞大的合唱团体，也显现这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几个团体。这是牵手合唱团，介绍伴奏老师施慧晶施老师，指导老师温淑玲温老师。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三首曲子送给您，第一首是《土地之恋》，第二首是《恐不能够丢》，第三首是非常轻快的闽南语歌曲以及客家族曲的歌曲《休息版春风走片》。谢谢，请欣赏。小时候在家，曾经躺在稻草堆上做梦，曾经吊着牛车尾巴玩耍，也曾经追着火车偷甘蔗。长大后离家，在学校、在职场或社区，许多师长、同学和朋友一起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一起接受生活中的苦难，也一起在这土地上茁壮。这土地陪伴我们过一生，让我们用双手轻抚着它，也让我们用歌声赞颂它。
黄昏的故乡，写唔通遐台湾的萧佩兰老师于12月20日过世了。与萧老师非常要好的林福玉老师编写的这首《黄昏的故乡》，非常能表达国内外游子的心情。他们都是极爱台湾的音乐家，这块土地滋养着我们，孕育着我们。故乡就是我们的母亲。最美的风景是人，你们认同吗？认同。我们用这首由索林老师编写的主曲，感受一下台湾女子的善良热情和台湾男人的豪迈不拘。愿生活在这土地的人们平安喜乐，幸福洋溢。Thank you.
天黑，秋风吹冰吹，当秋风回归就给给你双手晒干眼泪，五眼乐团的演奏，就是钢琴，还有小这个小提琴，还有小这个笛子演奏的。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导师连灿上人，那么名誉团长呢，就是我们的陈朝和陈先生，以及顾问呢是何康平老师以及张敏仪张老师。我们团长呢就是黄东玉黄老师。五眼乐团呢是由中华五眼协会盲人导师以连灿上人于西元1995年七月成立的。谢谢我们千手合唱团，谢谢。紧接着我们要来介